大家好，我是小庄，欢迎来到我这一期新的视频。我现在在新加坡的南边，这个地方就是 Labrador Park 拉伯多公园。我们现在我已经走完了上面，已经到了海岸边。我现在喝水，所以我可以摘口罩。好的，那么今天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这个背景，那么这个Labrador 听起来就是那条狗的名字啊，拉布拉多。但是这边新加坡，我看它地图上面的翻译是拉伯多或者拉白多。反正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个 Labrador Park。这个公园呢，其实也算是一个保护区啊，它是全名好像叫拉布多自然保护区。今天呢，我一早就过来了。这个地方呢，地处新加坡的最南边了，南边正南边应该这么说。之前我有拍过一个那个视频，就是我来新加坡失沉半年的那个视频。那个时候呢，我走了南部这几个公园啊，包括那个肯特甘公园啊，还有那个安德森那个 Wave Bridge 波浪桥。那个视频里面呢，我就到过这南部的那几座公园，但是呢，我没有到这个地方。这里呢，大家看到了啊，我现在在的就是这个海岸线，这里南部的海岸线，这里呢离这个巴西邦让那个市场非常的近，离那个港口港务局也非常的近。刚才呢我是爬了一下它这个的公园里面的山。那么如果要到这个公园呢，建议大家坐 bus 或者 MRT 地铁，地铁站呢直接是有一站是在这个公园的，就是 Labrador Park。那么地铁站出来以后呢，因为现在是在施工，有工地在施工，所以建议大家仔细看一下标识啊，然后那个标识会引领着你走到这个公园。那么到公园的入口处那个地方呢，其实有两条岔路，一条呢是通往这个停车场的平地，一条呢是通往这个公园上半部分的。我建议大家就先上上半部分，然后慢慢的沿着树林逛逛。然后里面呢可以看到炮台，那种英军的炮台那么刚才我在那里录了那个炮台的视频，结果呢这个音响这个收声系统又不工作了，所以我再说一下那个炮台呢有好几座据说有那个大炮呢，曾经呢就是英国军队为了防止日军通过这个海上进攻并登陆新加坡而架设的炮台。但是架设起来以后呢，好像日本军队是没有通过这里登陆新加坡的，是通过了跟马来西亚的连接的那个地方进入新加坡的，所以这个炮台呢就荒废掉了。那么现在这个炮台呢就面对着一堆树林，也看不到海，然后它那里炮台呢有一些遗迹，因为之前因为没有用嘛，所以就荒废掉了，有一些遗迹。反正在上面那一部分呢，路也很好走，它有铺了那些石头的路、石板的路，很容易走，然后又是树林，然后还有一些给你介绍关于这个公园、关于这个自然保护区、关于这个炮台的这个历史，大家可以看一看。在里面逛逛呢也不会很累，因为绿树林荫啊，所以也太阳也晒不到，也很凉快。那么逛完上面以后呢，你就走到了我现在这个位置，一个凉亭，一大片草地，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海景。其实看这种海景看看也很舒服啊。那么这个拉布拉多是在中国的那只狗的一名，那个猎犬拉布拉多，对狗不了解。那么这个拉伯多公园还有几个非常值得看的地方，据说啊是新加坡唯一一个沿海有崖的这么一个地方，好像是唯一一个，就是海崖对吧。所以我准备等一下
往前面看，去走走。因为我其实肉眼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到，应该就是那里了。我从地图上面测了一下，从地铁站那个入口处一直走到这个，这个拉布拉多公园的最，应该是最角落那个地方，直线距离也就是1公里，所以面积也没有很大，很适合过来简单的徒步。好的，那么我现在稍事休息，就要向前进发。我再补充一下啊，那么我现在我沿着这个海岸线走，我觉得这样子再介绍一下比较方便，就是看后面这绿树成荫这里啊，就是那个时候英军建的炮台以及碉堡，还有一些隧道的那个地方啊，就是他们的所谓的防御工事的那个部分，那么这里呢就是沿海的这个算是步道吧，就是海岸线，然后这边后面那里就是码头，港务局的新加坡港务局的码头那边啊。之前我拍过的，那么我刚才说的那个公园的面长度是1公里，是我是用地图测的直线距离。那么整个这个海岸线，大概是2公里左右啊，就是沿着公园那一头到前面正前方。那么我现在已经看到了所谓的这个海边悬崖。那我现在沿着海岸线走了，我还特地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个海水，大家看到了啊，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干净。即使有那么多的这个轮船啊，码头的这些集装箱啊，但是这个水看起来确实水质不错，至少在海岸线这块的水质清澈见底啊，而且没有漂浮着任何的垃圾，我没有看到海面上有漂浮任何垃圾。那么在快到这个海边悬崖的一侧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有一个小的沙滩，然后那里呢有一个碉堡，小的碉堡，应该是射击海面上来的敌人那种小碉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著名的地标啊，在这边。这个也是一个类似烽火台，也就是灯塔的那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灯塔呢，橘红色的，非常亮丽艳丽的橘红色，比我这个口罩还要艳。但我不确定它晚上的时候会不会亮着灯啊，也许哪天心血来潮的时候啊，我会跑来这边看个日落，然后再看一看它这个灯会不会亮起来。灯塔嘛，亮的灯才叫灯塔。跟我之前拍那个大势托斯那个灯塔呢，不太一样啊。那个灯塔这个可能要更高更大一点。当然了，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像是一个架子一样的灯塔，或者说像是一个椅子，有没有觉得那种长椅的那种灯塔？高椅的那种灯塔。那么好的，我之前呢，刚才我拍视频啊，我感觉它弄错了，我以为前面那个地方才是那个龙牙门，因为是那个海岸悬崖，其实那里已经是圣淘沙了，真是不好意思。大家看到啊，远处那里，来拉一下镜头，那里就是去圣淘沙的那个索道，对吧？索道。然后这一侧呢，我看了一下地图，叫吉宝湾。这个吉宝湾呢，我真的是不会发它的英文。因为它的中文名是吉祥的吉，宝贝的宝，台湾的湾，吉宝湾，不自觉的就发成 Kipo， 但其实应该是，我觉得可能是 Kipio， 反正请大家原谅我不标准的英文发音。那么说到这个拉布多自然保护区，就我现在这个地方呢，我今天还看到很多学生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学生，来这边，可以说是研习吧。就是研究学习。那么据说这个拉布多自然保护区呢，也就我身后这一片地方啊，有70多种鸟类，还有11种蝴蝶，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海岸线这么的干净，所以很适合这些学校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更深入的了解一下他们自己的国家。
那么好的，在这个灯塔这里稍事停留以后呢，我们前往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那个叫做龙牙门的地方。那么离灯塔不远处的地方，在拐角的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出名的龙牙门。那么之所以要叫它龙牙门呢，是因为当初有个人叫汪大渊，之前在我福康宁山那个视频里面有提到过他，他写了一本书叫《岛夷志略》。那么他是著名的航海家，所以呢，他当初到了新加坡，那个时候叫 Tamaxi 这个地方，他就写了关于这个地方有两座石头，两座山，小山丘，那么中间呢有水道，那个山丘呢类似龙牙状，所以他把这里称作龙牙门。那么龙牙门在马来语的里面的说法呢是叫Batu Balaya， 希望我的马来语能够说的标准啊 ，Batu Balaya， 那么意思呢就是航海的石头或者导航的石头。那么因为这块石头啊，它所处的位置就是这个大海跟这个吉宝湾之间，那么商船一到了这个海面上面呢，看到这个石头就明白了是到了新加坡，所以这个石头非常的重要，对于这个航海的水手或者船员们来说，航海家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是一个告诉指引大家方向的一块石头。那么据说啊，当初郑和下南洋的时候呢，那个用的那个航海图里面也有标注过这块石头，但是这块石头后来是被炸毁了，因为那个时候要拓宽这个吉宝湾这个港口这里，所以呢就被炸毁了。那么在新加坡庆祝这个郑和下南洋或者说下西洋600周年的时候呢，他们又重新做了一块石头，所以呢这块石头是一个复制品，而且还不是真的石头。好的，那么我就用这个龙牙门这块石头的做背景视频啊，不知道2-3个小时啊。拉布多自然保护区，拉布多公园。那么我没有完全的走完啊，因为那里还有一个，其实一个 jetty， 一个登船的码头，那里我没有走，不过我在山上有看到过，懒得走了，因为现在太晒了。反正它就是一个 jetty， 那基本上大部分我是走完了，我感觉呢还是非常的惬意，非常幽静的啊。然后在这里呢会看到很多的公鸡不断的叫，然后鸡群之间追逐打闹。那么因为现在新加坡这个疫情防控的非常不错，那么基本的那些生产生活呢都恢复得很好，所以呢看到很多的那个除了学生来这里参观以外呢，还有一些导游团队，小团队了，这是政府规定的。那么我有看到啊，他们这些导游们说的，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知识，对，我视频呢就是随便拍拍的，可能有些史实，有些I'm not a tour guide in Singapore， 所以就是想讲一下我到，然后讲一下我看到的东西，分享一下我。这个地方挺好的，建议大家可以来走一走，看一看，甚至来这里锻炼锻炼。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现在我要去离这个地方不远的 City Harbourfront 港湾去领我那个 NTUC 的5元游客券。大家如果有看我那个视频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See you， 下个视频见。
岔路口，有两个坡，其实一个是比较平的，那个是往停车场。这个清洁车很酷哎，嗯。